安播普通话足球快讯。2023年7月10日，意甲两队友谊 F 拉洛基亚。据一媒报道，塔利亚里和恩波里都有意组云达斯小将 F 拉洛基亚。现年22岁的 F 拉洛基亚是意大利中场，出自佩鲁贾青训，2019年加盟组云达斯。上赛季 F 拉洛基亚被租借到蒙沙。卡利亚里和恩波里这两支意甲球队都有意艾弗拉洛基亚，希望能租借球员。而全市场则表示，祖云达斯更愿意把艾弗拉洛基亚加入到法比安努伯利斯的转会谈判中。边翼为法比安努伯利斯目前效力于恩波里，祖云达斯希望在今夏签下他补强边路位置。谢谢你收听安播普通话足球快讯，感谢你的支持，并订阅我们的频道。